接下去这篇作文是表示重要性的，它的题目是说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my room， 我房间里面最宝贵的一个东西。这一类的作文，我们基本上第一个就要提出你这个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会很宝贵，你要把原因讲出来。再来后面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影响，最后把你的感想写出来。我们现在就先从主题句描写一下子你的房间，稍微描述一下景物，然后提出最珍爱的物品是什么。我们从主题句开始来下手吧。说你的房间，你可以讲虽然我的房间，一般来讲学生的房间是不大的，所以我们可以想用这样子副词子句，接住一个副词子句，虽然 though my room is small。 这种副词子句呢又还可以用一个很棒的一个表达方式，什么？把这个 small 移到前面去加强，我们就反正尽管小归小，但是怎样怎样。这个时候呢 small 移前，后面的写法连接词就会改用 us， my room is， 这个 us 也就是虽然的意思，但是习惯上我们都用 small us， 所以这个 us 很重要。好了，副词子句已经写出来之后，下句你就要写主要子句了。好，这个房间有很多 It has many things， 什么东西？我很喜欢的一些东西有很多，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里面写出一个你最珍贵的 It has many things。 再来加上一个关系子句吧， That I like， 我喜欢的东西有很多。下去点出最珍爱的物品是什么了。英文在写这样子的时候常常会用到在所有什么什么之中我最喜欢怎样。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用片语介系词是用 of， 还有用 among， 在什么之中的意思。 among or my favorite article 是物品，这前面就是一个片语出来说在所有我最喜爱的物品之中我最珍惜什么东西，后面句子就出来了。这个是片语，后面接的是句子。 I 珍惜英文是用 cherish， I cherish 后面加受词 most 的一个什么瓷杯，因为读书一定要有一个杯子，那同学之间送可能会送茶杯之类的那种礼物。 porcelain P-O-R-C-E-L-A-I-N porcelain porcelain 是瓷器的一个杯子。好了，那这个瓷器的杯子不清楚这是谁送的，也没有讲出来，所以你后面一定要做一个补充。你补充的内容如果是只有名词，那就是修饰语。好了，我们就可以讲说这个瓷杯是一个生日礼物， A birthday 礼物 present， 谁送你的，再加片语是谁送的。 From 来自于 my best friends 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什么名字你要写到后面，我们就用数来写。所以这个名词的片语是来补充说明这个 cup 两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同位语。好了，重点已经点出来了，接下去我们可能就要写出
这个原因的。后面你如果要加，也还可以再加，因为你这边写了一个"我最好的朋友是树"，什么时候的朋友啊？对不对？那你后面还可以再加 "in my junior"， 好，国中好了，因为你这边是高中的写的作文，所以这可能是国中同学写的，因为毕业了，好，或者是因为什么情况这样子 ，"in my junior high school"。这是一个大方向已经出现了，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描述你讲的这个瓷杯，那么这个瓷杯有什么的一个特色可以继续讲出来，因为这个都是属于景物描写，要把物品写出来，所以加句，我们再继续加一句，把这个 porcelain cup 给它描述一下。 There are four， 有四个，这个茶杯上面呢，通常我们都会刻字，什么留念啊，什么惠存之类的，或者是刻一些人生如梦这一些的字词。我们这边就可以写说 ，There are four Chinese character。Chinese 是中文的一个 character， 是 characters。Character 是啊，这边有打错。C 一个 C character， 这个 character 本来可以当我们的人的性格个性，也可以当演戏的那个主角，但是这里是当 Chinese character， 是指中文字，有四个中文字在这个瓷杯上 on it， 那这个四个中文字是什么意思，总要稍微提一下，那意思是怎样？这个地方我们是要加上一个关系子句来补充说明这四个字的含义。英文可以用这样 ，which means。另外有一个写法，把关系子句可以转成片语，把 which 省略掉，那么 mean 就变成 ing 的 meaning。好，意味着什么？这四个中国字呢？意味着。含义我们就要写出来了，那这个含义当然是有特殊的意思，因此我们要用一个引号来做标点，这样我们才知道你强调的重点就在这里。他那边写的是 Life is uncertain， 什么叫 Life is uncertain， 意思就是说人生是不确定的，人生是不确定的。我们中文常常就会讲说生命是很无常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那第主题句我们这边就已经把大方向有关于这个瓷杯的内容，还有瓷杯是谁送的，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先停在这边，等一下再继续从发展句写下去。